我靠，姐夫29买的调音麦克风，卖家说他内部自带声卡，不管唱歌都跑调都能给你调回来。给大家来一首《江南 style》。姐夫这又买的啥？净水吸管，不管什么液体吸过它都会变成纯净水。我不信。这什么水？茶叶。这不是茶叶。骗姐夫说给折耳根做广告。好，对下广告词，姐夫。根的味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姐夫吃一大口，给观众一种享受的感觉。嗯，好事，先生们。不好意思，晕吐。不是，姐夫，根的味道，我知道。我扮江南 star。姐夫不行，先咽下去再说词儿。您刚刚明明已经咽下去了，为什么最后还是？哥。什么？是嗝，刚刚咽下去。好，姐夫一边踱步一边说词，给我一种泣不成声的感觉。根的味道。你看，这又在网上买了把什么？姐，姐夫买的点都看听了。好家伙，这还没满月就出来打工了。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讲话棒挺好的，就是停。只要插上电源，水管就能发热，把水烧开，特别方便。啊、别发呆，我还买了电热水壶，这个肯定靠谱。看我造型，谁哇塞！我还买了空气面包呢，卖家说了，这面包零糖零热量，特别健康。卖家说了。穿的我都不看呀。自己看，你买的家什么面霜？姐，我买的这不是大佬 SOD 面。好家伙，这塔完怕是得进去呢。哎，人这个版本扫码有惊喜。哦吼。哎，还真有。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手套上挺好的。还是买五送一的。哎，别动手，还抢了个保温杯，而且还是零元抢的，你看。你好，苏人头的快递。哎，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传说中零元的保温杯。漂亮，他真买到了，这就叫咸鱼翻身。你好先生，货到付款，一共290。哎，不是。打招人气。哦吼！平常我们一只手打招呼，可能显得没那么热情，但是只要有了这个，就能同时用6只手跟人打招呼，显得特别热情。嗨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。自己看，这买像什么苹果？姐夫买的苹果看挺好的，还有商标。你把原价撕下来看看。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买的剁椒鱼头还挺好的，不想做菜的时候热一下就能吃。我还给你买了个 cos 服，你不是一直想 cos 兔娘吗？特意买了个 cos 盲盒。你怎么知道盲盒里面是兔子？我都问商家了，是长耳朵动物，不是兔子还能是什么？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越想我越生气。那我100块钱抢你2瓶。什么1瓶2瓶？1瓶2瓶，到底几瓶？你烦不烦？说了就1瓶2瓶。我问你，到底几？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姐，快递到了。哎，凭什么你就能乱买东西？哎，我可没乱买。行了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我给你买个新手机。姐夫，我姐给你买了个什么手机啊？姐夫买的不旺，靓仔牛奶。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电动牙刷挺好的，就是有点。我今天想个插座，不是老觉得家里的电源插口不够用吗？我特意在网上给你买个插座。哎，我的，你是山东吴彦祖啊？对呀、啊。
哎，你什么意思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弟，你一次买这么多薯片干什么？我今天就给你学会。其实我也买了，卖家说了，这个从来没有差评。嗯？百草枯味儿。哎，姐别。给你们看看我姐夫情人节都买了什么礼物，别人就知道浪漫，你还有你。姐都是一家人，你先把板凳放下。这一辈子没这么无语过。算了姐，起码我看姐夫给你买的球链还挺好的，是唯一牌的。哎，这就。喂，这边是狗。哎呦我的妈。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我今天慢着。情人节快乐。哦，姐夫是那个啊，对，嗯，这里面怎么睡这么挤？对呀，这边吃蛋糕，还能一边擦嘴，多方便。哎，老爸，我给你订的999没回到了。我说一罐339，三罐正好999朵，又能看还能喝。你身上有他的粑粑味。不好意思姐夫，快拿纸擦擦。你擦擦长日出，长日落，哈利波特七十三朵梅。 Sorry 我本身你把衣服也赚了，今年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姐夫都啥时候研究新的玩游戏？你懂啥？网游这个洗的干净，喜欢咱俩一起玩。少跟人过招。哎呀，你就是生我气的话，就把这个当成我好好的发泄一下。来，我姐就要洗个衣服，你至于吗？他这次有什么能接得上话？我来洗衣服洗了吗？哦，行了，不是我吹，我这衣服洗的保证干净。姐姐夫买的这不是阿尔贝 baby。 算了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裤子还挺好的，一边走路还能一边扫地。你别再说人，你办了个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什么证啊姐？哎，不是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给我办的证什么意思？就送了，给我递道歉。老婆，我也办了个证。我再谢谢老公，没事你就得了。不是姐，他还没给我道歉呢。怎么欠姐夫和你开玩笑呢？烦死了！姐，你还护着他，看他买这些车厘子又乱花钱。我可没乱花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肯定得有这种诱惑，是不是？越嫌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我理。姐帮我出气。你觉得你姐是那种值钱的人吗？六千。不能败在他手里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自己看看，你这买了包什么？姐姐，我买这瓜子不是星巴克。好家伙，还是个联名款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袜子还挺合适。哎，别动手，总喜欢抢人家的戏，肯定靠谱。卖家说驾驶效果特别好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清高你了不起，现在压岁这么贵，你一买这么多你花多少钱？哎，我可没花多少钱。那我你怎么回事？过年的东西我也买了。门身贴看着多霸气。我身体，我这里有活动。什么活动？人家这个买1000张送1张，到手1001张。你过年就给我爸喝这个是吧？姐姐，我买的不是王，你算老几？讨厌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算了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计算器看着挺靠谱的。我就没想起来小妹妹，这不是年画吗？我好不容易买了一件有用的。天，我见这人要一不要脸。我要老伴儿。姐夫，什么呀？好东西，三个提示猜出是什么就送给你。
第一个提示，他现在就在我手上。我现在又看不见。哦，没事。还有第二个提示，我姐去年双十一给你买过。去年的事谁记得？第三个提示，前女友送你的第一个礼物。王一博同款半电动家居套装，可外设随意，浅蓝色，白的码。漂亮，姐夫记得真清楚。哎，你最近不是想听电音吗？给你买了个电音耳机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姐，你看看龙美耳机，放大神器，假监控。它虽然没有监控功能，但是它放到门口能起到震慑的作用。这监控多少钱？100多。那你这个呢？200多。但是它放在门口能起到。我可以为我们的。